当你跟懂球女友看比赛，哪个是中国队？这是世界杯，没有中国队。哦，啊，那穿红衣服的不是中国队吗？那是乌拉圭，不是所有穿红衣服的都是中国队。哦，那中国队什么时候上啊？这是世界杯，世界杯就没有中国队。哦，那明天会上吗？不上。那后天呢？后天也不上，大后天也不上，就一直不上。哦，操！哎，是因为疫情吗？对，现在管得严，不让出国。我就说嘛，我就说他怎么可能没有中国队呢？我认识，那是詹姆斯吗？詹姆斯是打篮球的。他们只是长得像。哦，哎，那他们进场，看核酸吗？那个观众怎么不戴口罩？